各位钓友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钓友介绍的是我们 HR 新开发的商品 ，HR 防风双层遮阳伞。我们的遮阳伞呢，伞面使用的是一个高密度加厚的伞布，它在遮阳以及挡雨的效果非常的好。表面呢有使用防水涂层，当我们坐钓遇到下雨时，它可以有很好的防泼水效果。双层的伞面设计呢，可以让空气更加的流通，让我们在伞下坐钓时也能保持一定的舒适感。在我们伞面的前端有设计一个凹形开口，它可以加大我们坐钓时的一个视野，超干空间也不会受到阻碍。在伞面内的支撑结构呢，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加粗的三角伞骨，它的强度更高，更抗风，耐弯折，不怕翻伞。在我们的伞面主体的伞杆采用的是一个强力弹簧的设计，它可以自由的调整我们主伞面的一个角度。我们水伞附赠的下伞杆呢，也有一个万向调节的一个设计，可以自由的调整倾斜角度。我们的双层遮阳伞呢，伞面宽度是 2.2 米，随商品附赠的有我们的伞带以及不锈钢的下杆、防风地叉三支以及地叉一支，欢迎各位钓友来体验看看。